包括休斯顿地区在内的德州境内，周五将有锋面来袭。请看记者尼寇的报道。星期四的休斯顿天气晴朗，气候干爽，但这样的好天气到了明天将恐变天。从周四下午到傍晚开始，从墨西哥湾来的微风将云团带回，使空气中充满了更多的水分。星期五开始将会有下一个锋面系统来临，并伴随着降雨。根据风暴预测中心指出，德克萨斯州大部分地区，包括圣安东尼奥、奥斯汀、达拉斯和休斯顿，都将处于二级风暴风险。这意味着预计会出现零星的大雨，但是都是短暂和局部的。最高的降雨总量将在休斯顿以北的埃顿以北。一些地区恐受风暴影响，甚至不排除可能会有冰雹、局部龙卷风的可能。但好消息是，这个锋面将在星期五晚上结束，周末的休斯顿仍然是处于阳光、温暖且低湿度的状态。